看荷花香吹入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分的时就叫伊，歹人就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毁坏伊的念头。为伊的荷花，伊要认伊，为了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替伊行赦免。请咱一时起立，咱们做伙用《使徒行传》来做个咱的诗歌。我是上帝，我的名被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名，咱的主，因为圣神投胎，对在十字架里啊出世，伊温柔不让多人来受苦，变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用火啊，上天，他是咱的名被上帝活灵，伊的对啊开始活活。我是圣神，我是神，我从教会宣告上方最下面就可以给我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这时请咱游园徛咧，咱们用心来祈祷。我伫天的父，你是平安的源头，是救赎的恩望。你的名是神，是阮世世代代的救赎。我用敬虔谦卑的祈祷来祝福你。你的国领导要入地上掌管，你的旨意一成，要入地上亲像天人。求你带阮甲你同行，互阮愿意服侍，愿意顺服，愿意学习，来找出生命意义，来改变阮家己，活出合你旨意的人生。教会侪侪时间，恳求你使阮祝福。凡事伫头前，因带阮帮助阮。阮知，阮的快乐在于你。既然奉你的名做工的，你要予阮得到智慧，你要补足阮一切欠缺，你要真做阮随时的帮助。阮深深感谢。阮也要为着身体有病痛、心灵欠缺平安的兄弟来向你恳求，求你用你的怜，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阮，用你的大权力医治阮。信心的鼓励，安慰阮，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予阮有当赢过病痛，心灵拢得到健康。阿阮自己敬拜，因为个原因，因光拢是你所有。求你予阮今仔日咱通透过阿牧师的分享，听见你亲自对阮的讲话，将所听到的真理，再进入阮的心内，通结合的轨迹。来应跟你的名来利益正常，我安尼伫你面前恳求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。